黄宗泰以及严富乐。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各位长官及贵宾，向您的主官观看，山西主力战机正式跑道，高度800英尺，速度300里。有所知要多破关顶，首先突破的是第四一。气架会摆在那里，对，总共气架摆在那里。一群人冲出去了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下会过去的。他们表演完都摆在那里，对，我们再过去看。完了，那把那个坐的后面那个是六啊，五号。现在战机保持时速200公里，准备对方海军外形刷上，准备17路公交通过各位来路前方。我的命我要相信你的力量。等一下，我是最重要的工作，我也不想问你。那个现在一定会有这个建设，反正好像真的有一些地方是来，那个就是通关，经常的是总是打成地面，还有战机下来，以及地面下来，还有。飞行员，我们新批特级飞行员必须要上线。加速！
Thank you.